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老朋友产品介绍。今天我要介绍 Toyota Mini， 这个是适合四岁或四岁以上孩子们都可以玩的，可以包括大人也是可以玩的。这个游戏是两到四个人玩，而且这个游戏时间是十分钟，然后这个属于是 Eco 的。OK， 所以让我们一起开箱。OK， 当我们打开这个包装的时候呢，就是这样。OK， 看嘛，这些东西，我们有两个骰子，然后我们这样玩。OK。OK， 它是四蓝 ，OK， 四蓝，说我们拿一个四蓝出来，四蓝，然后我们放在这里 ，OK，After that 再拿多一个 ，OK， 当看到这项链的话，就要 pass 给下一位玩家喽 ，OK， 五蓝 ，OK， 五蓝，说我们能排上去 ，紫二 ，OK， 紫二这样排。四蓝 ，OK。如果你玩了好，你玩回去这样的 number 的话呢，就以现在讲这个就要 pass 给下一个人了喽。OK， 所以这个呢是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什么呢 ？OK， 在那之前呢，我先告诉你们这个产品的details。OK， 这个产品呢它是怎样的 ？OK， 它是 100% 全木做，而且它的颜色是没有 toxic 的。所以家长们你们可以安心让你们孩子玩。OK， 所以除此之外，这个还可以让你们孩子安心玩之外呢，还可以学习到颜色。这是有我们五种颜色，有橙色。橙色，有黄色，有青色，有蓝色，有紫色。OK， 总共五个颜色。说，除此之外，还给那小孩子学习到形状。OK， 每一个一是平的，看到吗？然后二粒是这样的。OK， 三是这样的，比较大。那四粒，四是这样的。OK。五力是这样的 ，OK， 它可以学习到很多啦 ，OK， 所以可以学习到形状之外，还可以学习到数字 ，OK， 每一个 number 哈，如果你们叠越高，好像我这样，我刚刚我叠嘛，四加五九，五加看哦，四加五九，九加二十一 ，OK。十一加什么啊？就这个给他们玩哦。然后如果水仙这样倒下来，就是那个是塑胶。所以这个产品还会让小孩子学习到社交。OK， 所以现在我总结一下，这个产品可以让你们孩子学习到颜色，第二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形状，第三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数学，第四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社交，第五可以让他们有这种形状啊这些。OK， 所以今天呢这个。Bluetooth Toyota Mini， 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